欧尔同林建明嘅爷孙恋轰动一时，再加埋 Lily 同周子阳疑幻似真嘅恋情，三位之间嘅关系真系错综复杂啦。最近周子阳就被影到同女伴喺酒店密会，搞到子阳要急急澄清兼公开向 Lily 表白，话自己个心一直喺佢度啊！哇，真系乱到想唱翻首《幻象似的爱情》。我不回應，即我覺得今日來的工作就是寓工作於娛樂，好好感樣即感受周圍開心的氣氛。不回應，我感情的事一向都隨緣的，我覺得真正了解你的人他們就不會看那些新聞，是啊，真正認識我的人，所以所有事都隨緣隨心就是最好了。